금메로 팔팔팔 右手撑的，我根本就要练肌肉，我要健身了，重训，练肌肉。这样右手腕好痛哦。这样右手腕好痛。对啊。你上次是我那个神奇的，还是要稍微减减，对方讲一讲，然后出来。可以听到大家吗？今天很感谢今天的嘉宾，